姚君虽是宫女，却因家道中落而被迫入宫，还请皇阿玛成全。你既然已经是和硕贝勒了，在选福晋上面就不得马虎。这样吧，若你愿意呢，可以先将其纳为妾。日后呢？这姚君性情刚烈，定然不可委身做儿臣的妾。一位宫女。 妄想做福晋，皇阿玛朕不会答应的。皇阿玛，儿臣。胤嗣，今天是除夕，理应开心。你还不赶快向你皇阿玛请罪？儿臣失语，请皇阿玛恕罪。你知道就好，起来吧。 皇阿玛。 既然您都给皇帝们封了赏赐，儿臣也想讨一门赏赐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希望皇阿玛能将年淑媛许配给儿臣，让年淑媛做儿臣的太子妃。若不是年淑媛，儿臣可能早就不在了。我与年淑媛两情相悦，求皇阿玛成全。可朕记得，太子妃的择选，贺兰是第一名啊。皇阿玛。 之前年淑媛为参加太子妃择选，是受人所阻。梁九公啊，奴才在。告知礼部，择日再议。这是。可还有谁要请旨赐婚呢？ 既然阿哥们都已经获得赏赐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敬皇上一杯。祝皇上江山永固。好，好，好。朕的这些皇子们啊，都长大了。 一个个都像朕求福晋，皇上啊，要老奴看呐，这是您的福气，这证明这阿哥们都长大了，可以为您分担了。嘿嘿，九公啊，哎，奴才在。朕让你找的那个人，你找到了吗？找着了，皇上。找着了？啊，人我现在就安排在乾清宫呢。乾清宫。 啊，皇上，你这个时候才告诉朕啊！不，皇上，奴才这不是想给您安排一个小惊喜吗？你呀，越老越不老实了。皇上，皇上，您慢点，皇上。
来了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抬起头来。知道为何把你带此来。快点啊，哎，来拿过去，你帮忙把这个水给倒了，帮我弄一下那边。哎，好，这里吗？嗯，放这儿就行。来，给我吧。哎，来搭把手，动作麻利点。姚君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听说啊，他昨天晚上被皇上罚去擦了一晚上的马桶。他为什么会被皇上所罚？你不知道吗？皇上在找一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宫女，她去冒充被皇上发现了，这件事情众所周知呢。哎，那皇上看上的姑娘一定很漂亮吧？听说在御花园见到的，当时和两个宫女一起聊茶杯的责任的事情，在争吵呢。哦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干活了。送茶水根本就不是我的任务，不信我们去内务府。你什么你？跟我去见长氏姑姑。哎，这个白屋真不要脸，麻雀想变凤凰就是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就是这个百无一天聊什么聊啊，还不赶紧好好干活，整天瞎聊啥呀，赶快给我洗衣服。启禀皇上，惠妃娘娘殿外求见。带来何事啊？说是为了八阿哥的婚事。算他进来吧。这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嗯，坐。为了应司的婚事，臣妾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八阿哥虽不是臣妾的亲生儿子，但是他与臣妾亲如母子。这几日臣妾见他茶饭不思，心中焦急，所以臣妾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。哦，说吧，什么办法？就是让姚君做纳兰家的义女。她有了这个义女的身份，那她就不是宫女了，那皇上介意的身份问题也就没有了。请皇上看在八阿哥从小没有额娘的份上，就恩准成全
八阿哥和姚军的婚事吧。你呀，作为一个母妃，如此的尽心尽力，朕若是不答应你，岂不是不近人情？梁九公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八子胤嗣，人品贵重，形象有加，文武并重，兼一至弱冠。今有大学士纳兰明珠之义女，这及笄之年，故朕钦定为胤嗣之李府姬，则即日大婚。哦，另赏青玉手镯一对于叫什么来着？姚军。哦，姚军，作为大婚之礼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谢皇上赐婚。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嗯。娘娘为何要帮八贝勒娶一个宫女？姚军没有家世和背景，并不能给八贝勒带来什么帮助。本宫的大阿哥已经没有希望了，这八贝勒虽与本宫亲厚，但毕竟不是本宫的亲生，我只有做到他无法做到的事，才能使其彻底的为本宫所用。娘娘的攻心之法真是越发纯熟了。贝勒爷吉祥。儿臣多谢母妃，替儿臣求得这门婚事，儿臣感激不尽。快快请起。是。赶快坐吧。谢母妃。你虽然不是母妃亲生，但也是我的儿子，额娘不为你想，要为谁想呢？儿臣答应母妃，娶亲之后每天都和夫君一起来给您请安。胤嗣，母妃有你这句话就满足了。奴才见过雍亲王。舅舅起来吧，来坐。舅舅，来，和我一同垂钓。在诸位阿哥当中，唯有雍亲王最喜欢垂钓啊。雍亲王始终还是不喜欢打拳和射箭呢。这垂钓啊，看似无趣，实则不然。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自己。整个垂钓的过程，便是训练心性的过程，需要有更多的忍耐和耐心，直到最后，才会有实质性的收获。耶，鱼上钩了。起竿。等一下，鱼儿太小了。雍亲王，奴才告退。走好啊，舅舅。嗯。
儿臣叩见皇阿玛。平身吧。颜真呐，看了你半天，你钓鱼和你做人做事一模一样，不慌不躁，很好。但凡是深思熟虑过后才能放眼长远，做事不躁，能够静下心来则事事如意啊。儿臣多谢皇阿玛夸奖。来了多久了？从日出过后就过来了。啊、哦、可有收获啊？哦，并无收获。对了，朕问你啊，你的皇兄皇帝们一个个都要朕赐婚，你也到了娶妻的年龄，有没有心仪的姑娘啊？我朝皇子娶妻素有规章制度，而且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而且儿臣以为只有能够得到父母祝福的婚姻才是会幸福的婚姻，所以儿臣的婚姻大事皇阿玛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游歌谷以旦复，复保而身弊，若安天下，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。本太子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不用提醒我了。是奴才知错了。舒远，殿下，聂舒远，你刚干嘛一直拍自己的脸？犯困，拍一拍，清醒清醒。
我的淑媛果然与众不同。殿下可是在此背书？是啊，我刚才背的是贞观镇要卷一论君等。回想起之前做的事情，我太过冲突，太过鲁莽，都是从心欲望出发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对下属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。古代圣明的君主呢，都是先从自身出发，严于律己，再由己及人，去改变和规范周遭的一些人事物。干嘛？念书院，闭上眼睛，闭上。送给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吗？因为我相信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代明君，而你将成为大清国最贤惠的皇后。淑媛，你答应我，我们一起治理好这江山。这也是我的梦想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好。姚君姐，啊不，应该是八福晋。你怎么变得跟我这么生疏啊？姚君姐都要成为八福晋了，都没有告诉弟弟。不是，是皇上突然下了圣旨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你别跟姐姐生气了。姐，跟你开玩笑呢，你都要成为八福晋了，我还能真生气啊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吓死我了。姚君姐，你净吓我。你那边刚成为八福晋，你不好好学宫闱礼仪，跑这儿找我干什么？我来看你啊。你看我，我又没事儿，赶紧去去去。你给我笑一个。还不走，还在这磨叽。快快快去吧，人家在这等你呢，快。哎，这不是德靖娘娘身边的总管刘嬷嬷吗？来，
这尸体是你发现的？是的，奴婢前来打水，看见井中有黑影，猛地一看，竟然是一个人。你好好想想，当时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？奴婢没有发现。大人，仔细想想，见过这个手镯吗？这好像是皇上赏赐给姚军的青玉手镯。姚军，参见大人。认识这个手镯吗？这是我的手镯，怎么碎了？为什么会在你那儿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是是！你为什么抓我？杀了人还装傻！把他给我带走！大人，放开我！你凭什么要我再杀人？为什么抓我？他是杀刘嬷嬷的凶手，要讲理去，慎行私讲。姚军，你说，姚军真的杀人了吗？是真的？他没有杀人，他没有杀人！你们都闭嘴！扒皮了，扒皮了！把头抬起来。情是粉黛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，幽怨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，爱过一抹红尘，花舞成蝶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一共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生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红痕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清白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目人生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，一目人生不舍。
手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